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田一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趁着国庆假期，我们要去内蒙古的阿尔山自然森林那个景区去玩一下阿尔山。现在呢，我是从苏州出发啊。苏州出发呢，我路上还要去北京一趟，去接我朋友，然后时间特别赶。到了北京，我还想玩一下，但是如果应该没时间玩，街上人都立马要赶去阿里山，还有几千公里呢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我吃好饭，车子呢也洗了，洗得干干净净的。现在我们出发吧。今天晚上希望能赶到徐州或者山东临沂那边吧。好，十米向右前方行驶，下坡。前方100米向右前方行驶，下坡，往北京。南京方向向右前方行驶，下坡，往北京。南京方向。匝道限速40。无锡这一段有一点稍微有点堵车啊，我地图上看有100米左右。今天我要开600多公里，因为我不到徐州，我直接到山东的临沂。为什么堵啊？施工还是什么？搞不清楚。好，刚刚这一段呢是两车追尾啊，两车追尾。临沂进入无锡市西山区。过了这一段，应该就好多就好了。黄线为什么要变道呀？哦，这辆奔驰被追了，你下不去了，能让下？赶紧往前面下吧，还是得想下去。现在我们又到了江阴大桥，3.2公里。
看到没有，刚刚左边车道我撞追尾了，砰的一声追上去了。那为什么要刹车呀？我就去洗的时候有时候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开着开着为什么要急刹车呢？吓死了！违法拍照，此处违法人数较多。应该拍下来了啊！等一会晚上的时候，我们用这个镜头回去回放一下，看一看到底为什么。请沿灯前到